哎，我们上次就是这样考的，对不对？很好。中回电视的绿色也可以做加油项目吗？我发现是不是以前的基本上是可以的，因为绿色是保护一个人而已，它并不是什么，它只是一个空间，可以让这个执法者可以快速的流动起来帮助。不过脚步蛮高的，你回听也正的呀。打这边嘛，打这边。护身衣可以现场买，去那个假日浴室啊，或者是那个广州街那边都有卖。还去？因为请问你没有这牌子吗？没有。顾客非神童，也非金身。之前我找别人拍。运镜，然后各方面比较容易打洞，所以都很容易出来，亲力亲为。后面有十一分神。顾问是什么大事都办，大事那个分有什么事都得办。哎，高票。嗯。高票。也是有的。厉害的事情，你说今天有来，然后在外面聊，进去了，很热，休养过后，请问一下，如果换算正畸跟假畸，正畸跟假畸，你如果有修为，应该可以知道；没有修为，而且我也不方便，很强啊。很脏哎！十分钟的时候，他把油啊再进去，好吗？如果你现在在这个室内，这个室内不会装冷气，冷气装好已经装好了。谢谢新中国的赞助。真的，我刚刚也想，我刚刚也不认识，就是会打出两块，上边两块。我看那个，啊，不是，我是没有过，我觉得今天去哪里？这里是在哪里？这里叫新北区域公园。你也想？他说我是走的。震荡动画，就定了，气了。
名字、生日还有住址，然后今天来所求事，没有要求事情，就请求平安就好。我们协圣宫的主持关圣典具众生，哎，说到你的名字，哎，都可以跟先生一样，哦，哎，可以跟先生一样，哎，请跟我们众生，公主抽烟没有啊？那是我们的香炉，所以请不要误会了。我们上次被信众检举，被罚了1万多块，所以我们现在不抽烟了。我只抽雪茄，我没有抽烟。就是有人看我们影片，就直接截取画面检举我们抽烟，就这样，又被罚了1万多块。碧君曾经驾临于张师姐身上，还有。
所以他等下上去了，只是说你衣服放在里面是吧？哦，上面的。先去试一下你的笔，因为上帮我拿毛巾，帮我拿毛巾。
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